2017汉藏祈福法会，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古岩寺，台湾传统伦理文化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汉藏祈福法会暨霍然巴辩经展示会一系列活动，10月21日起一连两天在高雄古岩寺盛大举办。在前一天，高级霍然巴佛学院的副院长以及学员们已经提早莅临古岩寺，由慧度法师亲自恭迎他们的到来，并一一献上哈达，表达敬意与祝福。双方也特别准备礼物互相赠予，场面和谐愉快。佛学里呢，在启蒙皇帝的时候，送给班禅的一副啊，这个聚焦的，那现在用仿破的拓印啊，把它拓印出来。这是我们。古岩寺建筑高大庄严，慧度法师带领大众参观各个殿宇。这次举办的汉藏祈福法会，最主要是希望透过祈福法会祈求国泰民安、社会祥和，人心能够得到净化，并且让辩经的展示会首度的在台湾展现。这是藏传佛教重要的传承制度，对于汉藏佛教文化传承极具有启发作用，是非常难得殊胜的祈福活动。那么在台湾可以说汉传佛教这一块啊，这最近几十年来可以说蓬勃发展，那么藏传佛教在台湾也可以说蓬勃发展。那么真正的藏传佛教在藏区的藏传佛教跟我们台湾又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么这一次我希望透过邀请了很多的藏传佛教的大修行者到台湾来举行一些祈福法会，那么我主要的目的希望透过这样的祈福活动，然后为这个所有娑婆众生啊提供一些这个净化人心的作用啊，同时也希望藏传佛教到台湾能够有这个藏传佛教的修学仪式，在辩经方面也可以说台湾几十年来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所没有的过去的一个传承，希望在台湾能够赶快恢复起来。21日的上午，首先规划的是汉传佛教的祈福活动，以汉传的法会仪式进行，如请师诵大悲咒、洒甘露水、诵经等等。下午则是以藏传佛教进行祈福法会，副院长并给予加持，准备五色彩带与信众结缘。Yeah.
三宝，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护念。这次有机会跟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来做一个文化的交流，这是给我们古岩寺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晓得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社会，其实整个动荡的根源还是在我们不安的心。那怎么样透过深度的佛法的交流，然后来达到每一个人能够自觉自己本具的佛性，然后以这个清净的心作为出发点，然后把自己的身口意来奉献给一切众生，这个我想是佛陀给我们最大的责任，也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希望。那所有的认识，所有的互动，其实都是来自于互相的交流，那进一步去了解对方。那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我们本来都具有清净的心，这个是一切众生共同的财产。那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多用功，在这个地方多发扬多呼唤，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慢慢的趋向和平，趋向繁荣，更进一步趋向解脱圆满。汉传与藏传在修持方面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在交流的同时，让我们有比较多的思考空间，去激发我们的智慧，到底佛法的根本要义是什么。我们这次来台湾，那个因为这样，那个现在那个藏传佛教那个弘扬的佛法是那个各地的那个有发展了，但是呢，我们藏传佛教里那个英明学的那个背景的事情很多，不明白，所以我们这次来。只要是我们英明的那个什么背景的那个事情，从释迦牟尼到现在的历史啊，还有那个背景的那个内容是，背景是怎么背景呢？背景的那个背景了后，结果有什么智慧道道，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带台湾来那个弘扬的。22日最精彩的拓然巴辩经展示会即将上场。辩经是藏传佛教教学方法中相当独特的一环，要想成为佛学家，必须具备善讲、雄辩、著书三个条件，所以在寺院修习的过程中，辩经是必修之课。若要进一步学位化，佛弟子需经过辩经的严格评审才能取得学位。必须读遍了这些经典，把基础都扎实了以后，他们才有资格去广修显密双法，才能够显密双修。这是要几十年，最起码一般要透过这么一个过程，都要20年才能够把基础扎实。那么作为一个徒弟啊，透过辩经，能够把他上师教给他，把他驳倒，把他辩倒，那么提升自己修行的一个境界。所以说可以说是教学相长，我们都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来的拓然巴。拓然巴就是在藏学在藏传佛教里头算是最高称的，以我们现在大学的研究所来讲，拓然巴就是博士班毕业的博士，甚至于是博士后研究，这个阶段都是经律论三者并称，三者兼学，都是通的，经律论都接通的一个高级的这个佛教的一个谢行并重的一个行者也好，修行者也好，可以说是这样。辩经的目的不是要争个你输我赢，而是经由辩经过程厘清义理上的犹疑，以佛法的正见破除邪见。辩经一来可训练其辩才，二来可通过辩经的形式提高个人对佛法的领悟程度，
所以徒弟可以反驳师父，师父也能了解徒弟修到什么程度。这与汉传佛教徒弟对于师父的唯听是从决然不同。藏传佛教也能去体会汉传的人间佛教，汉传与藏传互相观摩学习，是一场珍贵的经验。这场结合汉传与藏传的祈福法会在古云寺圆融的进行展现，为不同教派及修行法门做了最圆满的典范。无论汉传或是藏传，大家都遵循佛陀教导，共同努力，希望为世界带来美好与光明。